那是一个距离都市很近的花园，飘在海拔600公尺的高度。每天在晨雾飘散、露水离开的前一刻，云淡风轻，微光就在不知不觉中穿透了花瓣。纹路上的曲线是无法落笔的数学公式，倒像是乐章。多么希望线的尽头能够有个国度，缓缓地演奏出巴洛克的音乐。
高山的生活是如此的规律，好像回到了20年前。有用不完的时间，有写不完的日记，多希望回忆能够停留在那个瞬间。一杯清茶，一抹微笑，让人满足的不是手机与网络，而是平淡的下一刻。Hey Jim， 随着你的脚步，我仿佛闻到了咖啡香。走近的时间
稍作停留的休憩站，独享老旧城区的繁华，远离了浮尘，走过了鹿港，你身旁的一瓦一砖似乎都见证了那段历史。商务殷盛，人文荟萃，不如就随着琴声的旋律，让过去的辉煌留存在记忆里吧。
有些地方就是很适合漫步，用步伐来跟城市的呼吸同频率，尤其午后，阳光照射的角度缓缓缩减，室内与室外的温度也趋于一致时，我在这个城市又谱下了一份回忆。
这是我的音乐想象。那么，你的呢？Thank you.